十分机灵，尽可能答对题目。玩家轮流进行回合，读出卡牌中央的题目。以下桌游中文名称为何？并选择一个提示来回答。你可以选择答题或放弃作答。题目种类有分六种类型：是非、数字、排序、世纪或年份、颜色和开放式。如果你选择答题，大声说出你的答案，百变方块，并拿取对应的答案标记。答对就把答案标记放在自己面前，表示获得一分。海贼王，答错了就在本轮出局，不能再回答这道题目了，将会失去从当前这张牌上获得的所有答案标记。回答结束后，将出题器交给下一位玩家。当十枚答案标记都被拿走，或所有玩家都放弃作答时，一轮游戏结束。由上轮起始玩家的左侧玩家开始新一轮游戏。当有计分仪至少30分时，游戏结束，总分最高的成为赢家。